有人说人生是一段旅程，当你身处巅峰，又应该何去何从呢？成功从来不是人生的终点，只要你敢飞，就可以去到更高更远。Martel Cordon Bleu, soar beyond the expected.